大家好啊，大龙啊，现在在河南省，驻马店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，哪儿呢？茶崖山。对，看，我现在一片这个花岗岩石头里啊。茶崖山呢，据说呀，吴承恩呐，在这儿把《西游记》写出来的，而且呢，当年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《西游记》也有几集啊，是在这里取的景啊。给大家看看前面，《西游记》。雕塑园，哎，咱们过去看一看。整个景区啊，除了石头啊，还是石头啊，它就是独特的地貌嘛。啊，咱们看一看这个《西游记》雕塑园啊，这也是这个茶崖山呐比较好看的。哇，看，这是《西游记》雕塑园，趴个大乌龟。那小猴子做的，还挺逼真的。哎呦，哇，这挺恐怖啊！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这里边一个人没有。我这是布袋和尚吗？哎呦，我那有个蛇。这师徒四人呐。我做的好逼真呐！啊，这猪八戒裤都开了，哎呀，什么做的这是？这蛇，哇，上面还有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，看到了吗？哇，上面还有那么多佛，哎呀，哇，这是它的尾巴呀，哇，这个真吓人，蛇精。哎呦，这挺好玩的哈，齐天大圣。这个小景点挺不错啊，挺阴森的这里边，尤其这两个啊。这长